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宜兰大飞观音道场，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觉照您的佛性般若，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그저앞으로나God bless all of us.
经波音波频卓昆经教波音提达拉雅曲波罗经波音波乃拉门迦切波音提达雅波音当知拉雅三波音智拉音提别多波音教波音昆拉音查索音曲波罗音提查音切达音提摩音波音六道阿难的是一切将的佛大音的佛是是佛的那当知大音所作一下出世家外困难三年是中间难道难道没难难出外困难是难看来的大困难之所大音就是这天这么的唱着人把三年马上也狂乱的大大爷唱着拉克拉拉拉拉的巴兰克拉瓦克拉年年大天刚新的大兰主瓦克拉北京的北京克拉巴新年的年修巴大姐大妈拉出了三万人家小菜万难之前小巴难结束也让过了钱做了万人家万众生大姐结束的唐真大姐上去起来我世界在界我们便在世界爱我见家人我愿意杀别用罪我的别做人也不会是我一座杀下来人不会不会我会怎不会领我会把来之家人的命绿大绿大阿阳大阿阳心有点大浪转转转面念大转面念念大人不喜日外八三一心对决云八妈妈不言论对苦乐人不喜那不人不喜最末人不喜人不人不一起浪不人不一起大作人不一起马不人不一起德金不言不马金不马陈万马罗马卡拉马梅多马杜格马弄死了马追加马尼马带我人不一起对错了那么人家为家子日子拉带没言把了就了不算走吧梦想我没把你家子都是给长脸的把我把人给把人的你家把人都是长钱把人当空把人也没事帮的拉把人当把人对你来做一次你们金贵家园家在这辈没有人过家园把来三辈就连那么来家园的想爱你把来提把钱把当被去见自己去见等待不如人家我都见这边等待一些所有一些你请见老的Oh.
我们这边王婆娘也没别种，你们不些准备对接这种的，就跟宁波的杨大，我们这抢救吧，东北小姐子下不了，可以叫俺仨，就当姐姐，那路忙的话，那些生产那前辈姐姐，我说要了更开发的话，我这边多些下不了，叫俺仨了。哦，那难怪他俺娘别生产他们家，那家那那卖吧，家娃都别上街去，恐怕了，可不得差。这一切都南北就什么？ 俺娘不是叫俺娘做三八抢救做的，三姐吧，我们同在呢，三八的学，三姐他们这个同到了三姐呢，三八的学。我刚去深州，让新人不拉呢，没到拉当，拉进那间当，等下那边，我把现在稍微那边路那么看一当，看见人呢，把酒热心，我不多干的，这帮子把看一把。 他们家他把他们背过去，特别送进去了。那些那么好一个当路当那些个，出门他们没一个那么多。如果跟着这个去上班，他们这个到去就等到，大家让他们先不要去呢。大家他讲，干嘛把个那么辛苦，那天天干不得了，干嘛把送把毛长中多些这边。 啊，小姐，我那么给，嗯，听众说一句，这个人，嗯，他得了，干嘛把人众多些个？听，就是各具这些情节，他们这，这差不多，就干嘛各具个？小娘们身上，他们这，我那么个速度，这呢，在他们这了，我那么大别墅多，嗯，这呢，小姐，我那么点这把的。 那得了，这个托马拉那么高了，这什么？那好得了，那么了，恰巧了噻，嗯，什么得个？哎呀，那得了，那俺说各具把个露出来，他那，嗯，那小家先不拉说呗，顶个顶的，那没个人给让你了，他过来，对应的给出看，现在让托马拉让给，那么，让。 就给各种所吃完药吧，太老他们吃完了，他们吃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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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도제상 때로 나로 매지바 마르바 멜라 타고 나 까마 바 두숨 캠발라 소베 네 가지 라마 탐제 당 나의 제양 나서 네 가지 바라 정주부생 동계 유바당 소소다르베 돈베 유바라 소바 라마 유베림바베 라메라 망보여 하래 네 대담제게 라마남탕 나 미담제고르제 라소나 자외규 조외규 난조르제 난조로안메비규게 유대시에게 인고라서 망보 망조라 하여래 대담제게 인고르제 라소 남탕 넴 초조의 인지게 간바도 메바라 상지 좀 되게 봐도 매봐 효요래 다디나네 망족에 용라 차셔와 펴서 응어버가에 신경라 상지 메로바 높대와진게 신경라 상지 나와 다해라서 봐
那咱今天也看不长的吧，有的上街了长的也有嘛的，包子嘛吧，忙不有的，那太他们这，哎，糖，推送街上街，他让台北上街，满遍在了说吧，上街了托马要嘛的，提空了上街就提空了上街就提空了上街就台北上街了托马站的要嘛的，你他妈你上街长不不错的，上街你就给我做个的，先给要嘛的，托马没把上街长没把的，今天毛红包给上街那样，可把他毛说跑到上街了，他做也要嘛的。他是也脏，什么叫他们是不是上街了？他是也有嘛的，忙不上街，他俺都查一下哇，要哇，上街那阿爸，长发长，上街主爸，等你生下来说吧，忙不上街，长的吧嘛，我那么长，来来长，来，上街有事，等你上街准备的给下你去送。土球公呗，春节那边的中卫的，他抢救生吧，抱着没吧，忙不下来。咱俺就弄了查一下吧，抢救生吧，那真的是个当，勉强把那养当，差那多些了说呗，俺抢救生吧，啥就把那说吧，忙不下来。这些说啥当不得，你把那说吧，抢救生吧，抱着没吧，他胸口刚刚的，胸口刚刚的，肩膀个长型的，抢救生吧，那抱着没吧，那忙不下来。那么唐太监都你张上街的你都养长的蒙古药的太阳上街给送了街的塞的太阳他们这的街把的人打了他们公司说了些说的吧他们打了公司打小心没那么的那那些的没那么多做的人打给人对了听就能在我这些就没那么上不大用的太监都不能去这些那了上街给接了拿了上级中间的抢救身边那个不是天天忙忙罢了上级下脚做罢了我把它做罢上级呢天天什么时间抱着买吧他的话等他们就见罢了贵族也没那么难告诉说就上级现在他们就跟他提醒都做罢了求职这吞球这边天天落去要的提醒都大概没那么听这边吞球现在老板在都说了什么的他提醒这了没那么没这大不用的他老唐伯天天去这一路给莫那么大把的他当不超级成本让我应吧他必须能把上级把这一路大都给莫那么这些路这个大把的成本的大当他也身边他们也三十多那么大看着来的不什么样的也做出去那么叫我过去叫做人就是这第八当家里莫那么大把的把的本来康熙路全部同志来全部用药了吧康熙路呢全部用药这些呢嘛内容培育上的嘛内容这些家里的中国刚刚的说法呢嘛是他也叫做那人中国要的这个也被人家呢没那么大不了再把的大的人大的创业前辈没那么的大不了的大我让江湾没那样坦白学堂准备没那么当的这天也看不到他长没吧要的这天天那样长没吧要的了这天也看不现在样长没吧有些那呀抱着没吧忙不要的上去给接着拿了吞吞吞吞吞吞日光党同老说吧可以讲没那么上不当给他不去没那么当给要的吧我得上去接着拿了送下要的吧没那么我吞吞可以讲对对他不去没那么那里人家当给要的他们这个大大身边他们这个三百三百的抗争着抗争着这些他们没那么三百的出恩着这些出恩着这些这个别拿下那些全部用的别拿下他说的他们杨州人这个的杨州人这个现在没那么这个大年他们我们人物在开放中做不上街就恐怕特别了如果的做不上街恐怕江村找不了就把球鞋给送就把球鞋给送这样大没那么大别告诉没那么大就在那样大的人把他我不能人把没吧那就够了大的人把他我不能人把他带着这么个往给带着挪了吧这挪了吧有的没那么多不断就回来这么个给诶，执法给对呢，我那么的，凶险不都给嘛？
龙姐把这电话我来买的，这电话他来带你忙吧了，东海先不许中国的，东海那个九九别个电话打不来要嘞，这打不没人吧？那九九别个电话他们在东海那个叫的，本来谁说话样，刘少爷当那少爷就说话了哇，你看那个这个电话给叫的，他这忙了东海那个叫人叫出来了哇。在好像忙忙啥啥，等等，小毛头内人就是靠那个东海人救助过来。哎呀，在好像忙忙东海救人救助过来。再来你伢人电话样电话了哇？后来就不过三年前也凶死，你就不年也凶死，你好像人上养过东海救人救助过来，我电话好像忙了东海救人救助来。你白毛什么有人不年，要么忙忙年那。但是这边拿着的北京拿着的时候不见的可东海就是有的。哎他东海就是有的东海江也就是有的他这次出纳可东海这个的妈呀那东海江也有的。他这东海江也有的忙长的电话就要上要买的。东海就是用的东海重重这个的东海就是忙长的台南这个东海忙不接个嘞，我电话上就在张就在骂嘞，电话上就给军队要骂嘞。啊，台人就打那随便电话台打不，东海人就是个电话台打不马英吧，台北区这边电话，打台北区这边可靠不？刘洋他们有，王国洋谁个有？台北区这边来等你，先给军舰洋军给有吧，台打电话老不能打过来。天天那个样电话，一头都电话，你看行吧？天天别那马宁都把电话叫了哇，马宁陈国志都把电话叫了，电话叫了，马宁同志都那天来电话才话接的，台北区这边电话的，搞忙场那都该叫人叫个嘛的，今天把个电话打不嘛的，啊，真啥啥话都光不加不了说吧，啊，看这要同那样，电话不送说不接的。大家就平常那养养活活嘛的，生意的，一天没得话，就这么嘛的。那呢，为一天没让着我啊，八八十、下十、六八十十，把都光家那天呢，那头都给的话，就是光家钱那的话，养活活嘛的，生意的也嘛的。好的，那那用我嘛，一般了天天天的穷的。一天把个的话，他这个嘛些把的，可的话，怎么一般到不了天呢？天呢，光忙上那东西就这么要的。我来听，他到那这部电话，平时不说吧，那个一样的了，他都一样电话，行吧？他就给我家属，给我下达指令的，要我能要我材料更多，给我下达就把小什么什么的。哎，你说当初说的，提前写了，提前也上点，但别就这么的，首先做了，把这把这把材料更多，他们就就把这小。他这样在那边都他的话的就是你做特别吧这这样去这边他的话也别他的话他也去这边来没空吧这天给的小娃没这么让这么给不到那去这边用什么的这天给小娃这个他马上让这天都是给他这边是那个电视马上让这天都是给他吧对的我就这边的国家没别的国家没别的我也听没音吧就这边他话堂的吧可是天天让坦白学出来了这查巴斯坦白学出来了那那样然后叫我们上半年被跑下了天天天天被去了天巴扎呢没见过去了扎呢是不是没吧东巴娘他们这个娘提的钱没多少钱的没吧马里中途的没多少钱的没吧然后他然后什么就等着台湾没不差用了等着没用吧然后他呢等着日本也不有去了嘛日本也不有呢等着去个那么长的条了也不现在样他都给等着吞杀不到我到公北那个时候的就你现在在你们给看见那么现在在你们给然后跑上你被这个停车要的这样你的居住别给台湾没把人
然后也让他们去中途那样还能让给东家安照念念安照的然后们那传播面把天天了吐呢过落就呢唐国家不愿那样先把落就呢唐别去中途面给人呢他听上给给的马上呢就把把他人呢天天做了嘛就呢滚军中给天天要的这样天天唐别去中国了国家那边他老妈都把人两个人在个我们去把药物有那样他这样着的这样着听这个那把家里天天他们去准备国家那个送给听的有的在个我们不用不能这样的能不要的我听上这东西同意不能吧我们这样的跟他们听的同意不听的能不要的你听的能不重用的然后太阳那明确了吧太阳那去住过来没跟把收住过要的저도나다저다대답을해봐다리저저도은조르비저내내상제땜바여봐아랑이라주송경이라마여봐주주사교금발라서봐여봐은조르비저도은조르비저도도그바리저도다대바다대가나대바준조시라고쓰면그래다대바준조시라고쓰면돼왕조추생겐담제라여다여래이나양땜보야고쓰그래그땜보면그래쟤야그래대령추에서는그래대바지대령이마카지대바야고해봐지대대래대바두고쓰대내대바대바맹겐이래대내라무추라대바마지라마라대바마지那天这那这你说呢然后去个跑进去过来对吧这上去中间这个多那么几单位一样台湾的卡车车那样这些个他们学的让去了这个人送的台湾的政府门呢现在接触过马的人送同马的台湾的个人送的天天尊重过来然后尊重你们开始尊重这样你们从那样尊重的尊重的尊重说多去了吧尊重的有那奶奶他们去写我们定义的人去了接定义的主办了电影这不一样他们就尊重说过了电影说话的上去中间这个过去那样电影找中国了说不定这不能把系统给这样尊重的报道那不切吧还能有松香不得小李普拉说吧那么年轻的吧才能让你们后呢你姑娘给他写不了说吧龙卡美呢尊重谁呢你这不错吧下达的那天能行还能就是没人让他拿那样尊重能拿的呢你这不错吧有了吧天能行听上样尊重的时候就把这个把这天上店铺你就说也没有要不就把这个把这天能行下达说的天吧这是坦白去写别写了不错的对吧这些男人讲三名的差异全部都都特别给写了三名写了以后吧写了三八错的对吧以后吧我的那写了那样不用他们了忙不有的但是感谢这个肯定的那看了样写了不到你没吧看了那样我是不就不用的然后感谢这个等于一个车等一个落叶了写了也不用的然后这个人类老爷到我了写了不了我原给同样上我上下上我到我早上也没多给写了不少不得早上也没给感谢天天有的然后感谢一个职业当人类老爷了那边写了没给写了没给然后身体那种上下上我到不到我日本被要我原给我们娘们要我原给写了不少不得要我原给然后写了被家乡不明的要上不要我原给天天有的当这个说每天说要是不让你就告诉写了三木条了做对你不能当下的三笔写了做对你那么就各级别当了三个没有录取拿了那没开始狂杀开始那原天上的免给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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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的那么说的人在这个大马松或者生命内容超级什么多关键现在看一下嘛的刚刚新的嘛的
제가 지금 검사하신 거예요. 그래. 검사하시네, 주도를 해놓은 것 같은데. 소라마 벌어서 로마라, 이제 같이 중도. 요즘 몰라, 다 몰라, 로마라, 다 드려먹고 중요하래. 거기 봐라, 드려먹고 중요하래. 이런 데 가면 생각해서 뭐 돕고 주도를 하고 그래. 그 사무실에 여기 있어라. 야식을 시랍도 매달아. 사무실에 사무실도 없고 시랍. 나 지금 열려 있어라. 되게 또 오네, 주도를 해놓은 것 같은데. 왜, 거기 보고 로주나 십지나 드려먹고 중도. 아, 되다 보면, 다도 사무실에 톱나, 톱나, 걔네, 네, 까까 강아 르네어서 시럽 디제 나랑 쉬고 제이 그래. 아, 시럽 쪼도 톱나 코디랑 쉬고 내 그래. 맨날 매일나야 롱박에 뽕보, 걔네 쪼도 랩용나, 걔네 세가 들리당 폴리스에 속바 코르탐도 쉬고 내 그래. 와, 뭐 대예 정도. 시럽 쪼도 톱나 힘 쉬고 내 그래. 여러분한테 다신이산에 담비 쭉톱네 다 저기 남아라면 망보여래 다 남아게 또 남아 담지게 인무함 쭉쭉 줄봐 검등에서 줄어지게 남아한테 톱네 톱네 대주발라 대네 발색 대네 매발 다 난게 영문부 남도게 발색이야 매발 시론에 들어서 발색이야 매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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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효과서 먹는다 그래 마제발 다 대양제와 대사 마인바 대답을 나서라 끈도 대양랑도 마인바 담배주 좀들인밖에 쌤쌤 담지 담배제와 꽃서라 끈도 담배주라 제발 효과서 먹는다 그래 제발 알아요 알아요 주생 好那啊大家昨天准备了呢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二十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 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果冻花课程日期4月23日星期六正式上课欢迎请提早报名报名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当日原定共修课程暂停一次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走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朝正面基本上是入水水花我们要做到越小越好我觉得最简单的时刻就是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郭姓纯，好，待会换你们哈。那一刻，其实你是最紧张。深呼吸，防御就是最好的攻击。
防御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你口子带反了。最重要的就是双手举高，保持大概在耳朵旁边大概45度左右。最重要的一定要保持微笑。手大概就是这样子。一整天下来其实也蛮累的，会觉得肩膀有点紧绷，手有点没力。我会在内心告诉自己说，汤包我可以，我很棒这样子。那么我们接着来介绍尊者啊，从他出家啊，一直到他31岁的这几年当中啊，他主要学习了显宗的经典和哲学思想。比方说呢，当时这个小乘的四个根本部派的经律论点，尊者都完全可以如知熟知经思。那具体来说是哪四个部派呢？就是大众部、一切有部、上座部和正量部。同时呢，尊者还学了乌波古普塔所写的长达300多品的大毗婆沙论。另外呢，有关大乘佛法的修学学习啊，尊者也可以说是博闻强志。为什么这么说呢？博闻强志。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呢，他从印度大师日别库鸠、善菩提、阿瓦杜迪巴坐前呢，就学习了有关龙树菩萨所传下来的中观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呢，他也从金州大师先帝巴大师坐前学习了唯识方面的知识。为了能够学到这些法教啊，阿底峡尊者也不仅在印度四处奔波，而且好几次漂洋过海，冒着生命危险去学习，可以说是不远万里，朝前夕替。总之呢，他一生当中呢，意志过的这个上师呢，不胜枚举。有各种文献当中呢，都有不同的记载。总的来说呢，少则10几位，多的话呢，就有的人说是157位。那么这里面呢，也有人说就30多位、50多位众说纷纭啊。总之呢，虽然尊者医治过很多的上师，但是呢，其中有3位上师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教授了阿底峡尊者菩提心的修学法门。那么哪3位呢？他们分别是达玛拉希达、慈余切和金州大师。今天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具体介绍每一位上师，但是呢，他们每一位都绝非等闲之辈。我在这里简略的介绍一下，这样大家可以对他们稍微有一点点了解。我们先说说第一位上师达玛拉希达，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据说啊，曾经有一个病人，能够医治他的药方里需要一味药，就是人的血肉。于是呢，这个达玛拉希达呢，毫不犹豫的从自己的身上割下一块肉，给了这个人，用来治病。我想，这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说的话，都有点难以想象。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位，不仅在心理上，而且可以在肉体上，也可以完完全全的将自己施予他人的
大师。再来呢，就是慈禧御前上师。关于慈禧御前上师呢，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据说当时有一个人正在很用力的抽打一条狗。慈禧界啊，看到之后呢，就心生悲悯，于是呢，直接就将这条狗所承受的疼痛、痛苦全部转移到了自己身上。而且呢，这种转移呢，不仅仅是将心理上的痛苦带走，而且也包括肉体上实实在在的痛苦，都由自己来承受。后来呢，慈禧御前自己的身上都长出了鞭打之后的各种脓包，由此呢，我们可想而知啊，他心中的这种慈悲有多么的深刻和广大。当然，他的功力也是，非凡人能及的啊。那么第三位上师呢，就是金州大师。有这么一种说法，说金州大师就是菩提心本人。我想仅凭这句话就不难看出金州大师的慈悲和修行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境界。那么对于阿底峡尊者来说的话呢，可以说在他人生当中所有的上师里面，金州大师的地位是无人能及，因为他才是真正让尊者从心底里发自内心彻底的升起菩提心的上师。换句话来说的话，就是根本上师。虽然在这个西藏啊，每一个教派对于这个根本上师的定义啊，都略微有所不同，但是呢，在噶当派的传承里面，哪个帮助你真正啊升起菩提心的上师，就是最主要的上师，所以就是根本上师。那么阿底峡尊者是如何在金州大师座下学习的呢？这位金州大师的全名啊叫做金州法称。为什么叫做金州呢？因为他住的地方啊位于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而那个地方以前被叫做黄金州，所以呢，他就被称为金州大师。以前阿底峡尊者就对他有所耳闻，尤其啊，听说他对这个慈悲心法门的修行啊，更是无人能及。这么一说呢，阿底峡尊者感觉心中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信心油然而生，于是呢，他就搭上了一艘珠宝商的一个大船，启程前往金州，也就是印度尼西亚。一路上呢，艰难坎坷，千辛万苦，各种狂风暴雨，惊涛骇浪啊，经历数月，终于到达了金州。可惜呢，到达之后，大概12个多月以来，都没能见到大师一面。直到有一天，有一次法会上，他和大师终于不期而遇。谁知呢，这么一面啊，彼此都觉得一见如故。于是呢，阿底峡尊者呢，立即向大师五体投地，行了大礼，而金州大师也把手放在他的头顶，念了很多吉祥词。这个时候呢，阿底峡尊者向这个大师告知了他自己此行的目的。听后呢，大师呢便说道：“你真的想要学习和修行菩提心的法门吗？若真如此，恐怕你要在这里住上几年。
那你还愿意吗？文吉呢，这个阿底峡尊者马上说，无论多少年都愿意。于是呢，金州大师拿来了一尊他小时候自己寻得的黄金释迦牟尼佛佛像，交给了阿底峡尊者，并嘱咐道啊，这将是你成为未来教法之主的缘起。然后呢，在接下来的12年当中，两人同吃同住，基本上寸步不离。阿底峡尊者在大师座前呢，学到了很多的大乘法教，尤其是有关菩提心的教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领受了自他交换的法门。总之呢，后来阿底峡尊者传下来的噶当派当中的很多行仪典范，都是来自于金州大师。所以说，阿底峡尊者对金州大师的信心是超越了其他任何啥。